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16页经文第三行：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论，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到这是一小段，这一段说的是我们对于佛陀的智慧疑惑，无法深信所产生的过失障碍。念老在这段经文有详细的注解，供给我们做参考。不了佛智者，谭鸾寺略论说，不了佛智者，为不能信了佛一切种子，不了故，故其一。此一句总变所以，下面四句一页了对峙所以。经言法味元宵诸事均通上述啊，几位大德说法相同，以不了佛智这一句为总，于是为别。经言所云粗言不了佛智，此句是总，不思议之以下这是别啊，下面四种是别。佛智远深，愚不能测，
名不思议。佛智众多，非言能尽，彻不可彻。于诸法门，知之穷尽，名为广智。位分高处，名无等人，最上甚至。智慧事出世间，自古至今，多少人在追求，佛告诉我们，智慧是自性里面本有的，只是迷失了自性，把智慧变成了烦恼。也就是说，智慧迷了就是烦恼，烦恼觉悟了，智慧又还原了，又回来了。所以大乘教里常说，烦恼就是菩提。烦恼的正面是菩提，迷失了菩提，菩提变成烦恼，烦恼无量无边的。因为智慧无量无边，怎么迷了？佛在经上常说，一念不休，本来是觉的，现在变成不觉了。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一念不觉，自性就迷了，自性本觉就不见了，不觉就现前了，与万事万物迷失了。那换句话说，我们只要把本觉找回来，功德就圆满了。为什么他不觉？一念真心自信，没有念头，无缘无故，不知不觉起了个念头，念头起来之后
不能立刻了断，让它念念发展，就变成无明了。无明不觉生三习啊，三习相出来了，境界为缘，长六处啊，三习相根本就是无明，祖师这个地方说得好，道理要是明白了，那就要把本学找回来。怎么找？放下一念，就大彻大悟。啊，一定要知道，自性里头没有念头。我们现在养成了习惯，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着一个，它不断的，叫相续相。这个相是错误的。我们无世界以来，迷失自信之后，就没有离开这个相续相。无论是在设法界还是在六道轮回，苦不堪言的 啊真正放下了，回归自信，一念不生就回归自信。回归自信，跟着现前的是什么？是戒，是定。戒定慧三学，自性本自具足，不是外来的，智慧不是外来的，禅定也不是外来的。啊，佛所制定的一些戒律也不是外来的，全是自性里头本来就有的。所以它难不难？不难。我们今天感觉到很难，持戒很难，是什么？养成不良的习惯。所谓习惯成自然啊，感觉到很难，放不下了。越是放不下，还越想放下；越想放不下，还越放不下；想放下，越放不下。那么这几种智慧，念功慈悲，收集这些参考资料，完全写在这个地方，不是智，佛智众多，非言能尽，这叫不可称。跟佛在一起，不问他的时候，他保持一个正常的现象，
圆满觉悟的现象是在定中，你有问他就给你解答，解答完了之后他又回归本位，回归本位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知是他的本位，起作用呢无所不知，凡夫圣人初住到等觉成圣，这些菩萨们有疑惑向佛请教啊，如果真的有惑疑惑，他是开悟了，小悟大悟，不知道多少次了，没有到大彻大悟。大彻大悟跟佛就相同，没有到大彻大悟不一样啊。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啊。佛经都是有当机，当机上他出来请教。当机有两种，一种明知故问，为什么？他自己知道，众生不知道。他出来向佛请教，佛这一说，众生明白了。啊，这些没有开悟的人明白了。啊，这个明白叫解悟。是听佛说的，听菩萨说的，听善知识说的，明白了，不是自己的，就是不是自己悟的，自己悟的有受用，得受用，不是自己悟的他能帮助你修行，像我们现在一样，疑问很多，怎么办？佛说这么多经典，我们在这个里头精挑细选，选跟我有缘的，切我这一类根基的，这是佛法，在六道众生这个层次宣扬啊，啊，依照佛所说的方法去做，那叫修行。修行修什么？修戒修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戒的作用大了啊！如果我们不从戒下手，只从经教，
戒门，有戒无心，很会说，说的头头是道，一条也没做到啊！孝养父母属于戒，尊敬师长也属于戒，没有做到啊！佛法的利益没得到，要是真正做到，佛法的利益就得到了。纵然没开悟，他能帮助你升天的。戒是善，没有恶，断恶修善的。啊，虽然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面很复杂。有善报，二十八层天的善报啊，有恶报，地狱恶鬼出生啊，人道恰在当中，这是个特别的缘分。完全看缘，如果遇到善缘，他走的是善道；遇到恶缘，走的是恶道。在古代，我们可以说善缘多，恶缘少。人道的环境还不错啊！啊，中国的历史很完整，从司马迁将古代的传说用文字写出来，流传给后世，实际属于通史。秦汉以后，国家对这个很重视，设有专门的人才来负责人写历史，断代史，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啊，我们今天讲的《汉书》、汉朝、《三国志》、汉朝末年、魏蜀吴、三国啊。唐代有唐书，宋代有宋史，啊，一直到今天，清史写出来了，啊，史是什么人写的？下一个朝代，他没有顾忌了，啊，不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个时代有很多忌讳，不能写的啊，下个朝代这才公正。史书里头所记载的事实真相啊，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每一个朝代太平盛世的时间多，动乱的时间少，这是事实。盛世
是正常的。用什么方法？教育。谁来教？家庭。肩负起教育。啊，国家只是用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为国家、为社会、为大众服务，5000年了。没有间断的啊，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历史成为幸史啊，确确实实可以相信，不是随便说的。写历史的人大功重振，没有偏私，该赞叹的，不喜欢的人也要赞叹。啊，所谓的褒贬，真是智慧。啊，多少人在世的时候施展他的才华，为众生服务，积功累德，不在位的人多半从事于教学、著书立说，流传给后代，这是中国传统文化，5000年没中断。近代人100年，啊，距离我们100年，当时这些人把教育塑化了，跟5000年历史没接上头。什么原因？中国跟西方人发生关系了，中国在亚洲，在东面，欧洲在西面，啊，西洋人走向了科学技术，发明机器，中国跟西方往来了，到西方求学的人多了，回到中国说中国不够强，是因为没有科技啊，主张全盘西化，统统要向西方学习，自己东西完全抛弃不要了，认为那没有价值，造成今天的现象。今天是全世界的动乱，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争、竞争、斗争、战争，这100年来没停止过。
尤其是最近的五十年半个世纪，前面发生一次世界大战，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的核武，一枚飞弹可以毁灭十几个城市，所以人类有能力毁灭地球，这一桩事情非常可怕。怎么解决？西方的学者告诉我们，解决21世纪的问题，现在是21世纪。就我们进入21世纪，今年是第17年，2017。我们看到很好的现象，要把自己传统文化找回来，好啊！西方的学者都相信，只有中国孔孟学术、大乘佛法能帮助地球的社会恢复安定和谐。这条路是非走不可，不走，地球上的危机重重，谁也不能把握。大乘佛法今天讲的这4种智慧，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等无能、最上甚智，这些智慧真的能保佑地球恢复正常，能保证人心回头是岸，决定不能争。从哪里做起？从自己做起，这是关键。中国人讲的修身，身怎么修？从诚意正心，诚意正心，诚意能入门，正心能圆满。我们的心不正，意不诚呢，用什么方法？用看破放下。诚意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诚。正心是什么？
正心，前而言之，自己的良心，或者说得更深一点，正心是自己的真心，这不是假的，是自己的本性，更好懂，就是自信。只要这个心一发，恭喜你，戒定慧三学轻而易举，你就具足了。为什么？本来具足，慧能大师开悟说了五句话，那就是真心。本自清净，真心是清净心，没有染污，没有邪念，没有妄想，是你的本性，人人都有，而且都相同，都圆满啊！只是我们迷了，迷在五欲六尘里头啊！五欲财色名食睡啊，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被这给迷了。五欲六尘是物质，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把它当真，以为它真的存在，它真的会长久，不知道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只有在大乘经上有，今天量子力学说明了。这五种智慧是化身菩萨具足的，如来果地上成就了究竟圆满，他不是从外来的，要我们不断的放下，会发现智慧不断的成长，实在讲不是成长，自信智慧向上提升，起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身修啊。什么身修？戒缘三规五戒十善，戒律，戒律是心的自性本有的，不是送外来，教育是启发，帮助你启发，是自性本自具足的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平等菩萨了。平等上什么程度？一体，确实肯定了，不再疑惑了。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
跟我一体，是同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南大师幕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无量无边的一切法，哪来的？自信现的，就像做梦一样，梦中自信现进去，做梦的时候把它当真，等到早晨醒过来，梦没有了，才知道做了一场梦。六道轮回设法起是梦啊，学佛大彻大悟了，回归自信，梦醒了，梦醒了，那个境界叫一真法界，只有这一个是真的，除这个意外之外全是假的，叫一真呢。这名词术语里头含义很深，佛菩萨圆满的归了一真，回归一真。化身菩萨开始回归，还没有圆满。把这些不圆满的，佛说出五十个等级，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是地以上等觉，差不多跟佛相等，还差一点，叫最后一品生相无明。这一品无明破了，成佛了，也不是菩萨，称他做佛陀了。我们把念老的文读一遍，唐海东元宵寺，这是元宵是韩国人，韩国在渤海的东面，他把其他的四句配当四支，如宗耀所说的，宗耀是元宵法师著作，此言佛智是总标句。下面四句呢，各显四智，不是一智。是臣所作之，大乘教里头常说的转八十乘四之，这是真的菩萨，不是假的。为什么？他们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
这个阶层的人，他们不疑惑了。六道凡夫在哪里？在阿赖耶识里头，大乘起信论把阿赖耶的三细样讲得很清楚，也是学佛的人不能不读的一部圣典，这一门课应当开。啊，开这门课，我可以找胡晓林居士来讲解，每天4个小时，一个月圆满。123课，啊，他讲得很活泼，我听过，用了6年功夫，无师自通。那就是用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6年一部论大乘起信论，每一天读10遍，读书1000遍，其义自见。啊，第一个1000遍念完，我告诉他，你从头到尾讲一遍，不要看任何人注解，你把你所悟的说来听听。啊，他讲了，第二次，就第二个1000遍。念完之后讲第二遍，从头到尾再讲一遍，他非常欢喜，领悟得更深，看得更广，跟第一遍完全不一样。再念第三遍，第三个1000遍念完了，他到香港来看我，我让他在摄影棚里头讲一遍，啊，录了一套袋子下来。这一套袋子分量很大，我没听完，听过当中几段，讲得好。啊，他是个企业老板，早年经营非常辛苦，过的不是人的生活，以后跟我学佛，我叫他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道，他真干了，很难得啊，得受用。于是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要求他公司的职员，他公司大概1-2百人，每个人都学习，每个人像他一样老实，
把公司的过去的一些制度章程完全作废，用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来管理公司，做得非常成功啊！每一天到公司上班只要一个小时，他事情处理完就没事了啊！公司支援，人人负责，都把公司当作自家，老板当作家长，这就是大学里头讲的齐家治国篇里讲齐家了啊！所以他时间有了，有时间读书了，有时间念佛了啊！经营的事业一年比一年好，整个公司自己可以不要管了，人人都负责，尽忠职守啊！公司的利润大家分，所有员工都分，对员工照顾无微不至啊，家人生病住医院费用完全公司了啊，公司把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是亲戚朋友照顾到无微不至职员们工作好啊，到哪里找这种老板啊，这个老板也是他们自己一生的见证，早年跟晚年完全不一样，早年脾气暴躁啊，见到员工都是骂，都是责备，没有奖励的啊。学佛之后完全变了，把那些人全部都带到学佛，可以说他现在用儒用佛来经营事业，这是真正的智慧。智慧管用啊，发脾气不管用，人心相背，在这个地方就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袁小时讲的这个四智，不思议智是尘所作之，转八十乘四指，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时为平等性智，莫那不平等啊，转过来就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转前五识眼耳鼻舌身为尘所作之，转八识尘四智，这是菩萨。八十完全转成四智，就是法身菩萨，跟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
啊，教下转世成智，你能不能转得过来？眼耳鼻舌身转过来之后，眼见不是眼识见，不是意识见，意识见有分别，莫那见有执着，就是第七识，第七识执着，第六识分别，啊，阿赖耶，若悉种子，你所见到、听到的印象，这些资料、档案，全在阿赖耶。阿赖耶是仓库，是档案室，统统储存在那个地方。不定什么时候预言，它起作用。啊，过了十年、二十年，哎，想起二十年前做的事情。怎么想出来的？阿赖耶是有档案，就调出来了。啊，对比一下，起这些作用。这一些智、四智。人人都有啊，啊！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智，是妄想分别之处。第六意识是妄想，第七是执阿赖耶是个仓库，这里面全是虚妄的境界，没有一样真实。啊，转过来之后叫四智菩提，是你自己的本来面目。这一点要知道，所以人人都有。佛教我们修行，就是叫我们转识真知，这教下的。那念佛人叫一心不乱，转识真知就是一心不乱。学教了，学习经教了，而不能够在实际生活里面做一个回头转，不起作用。这个教旨是善心善言，顶多帮助你升天，不能忘事，这个不能不知道啊。那么要照宗门教下讲成就，你还是凡夫，你不能成就。成就要修行，你缺少修行，你没有干呢，这个重要啊。那么净宗的好处就是一句佛号全包括了，转世成智也在一句佛号里头。你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好啊，难得了，所以成就快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